你也干嘛呀？想勒死我？行，把这个还给可家阿姨。他给我了，再说了，他要想要自然会跟我要。你是干嘛的？我要保护他，你不许欺负他。你是他保镖啊？你是他什么人啊？这是我送给他的礼物，只有他才能戴。嚯，看来我今天要是不还给他，就小命不保了。绝对是。那我今天就不还他。不还，我就打了。哎，有才，你干嘛呀？这事是你不对，人家怪虎他妈给他东西，你抢什么呀？可家阿姨不是他妈，不是我妈，也不是你妈，你就把她当成我妈怎么着？不行，别打呀你们俩。快人呐，快人呐，有才和寡妇抢妈了。快人呐，快人呐，有才和寡妇抢妈了。有才和寡妇抢妈了。这个混小子又给我找事儿，这我得好好收拾。哎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顺子坐坐坐。坐吧。哎呀，你天天这孩子们的事儿你瞎管什么呀？哎，祖奶奶不说过咱俩吗？孩子们的事儿哪回你们管住过好啊？是吧？孩子们的事儿咱就让他们自己解决啊。哎呀，你听听他们都喊什么呢？啊啊，呀，他们在那喊说有才跟乖虎抢。嗯，哎呀，他们说他们两个抢，嗯，说有才跟乖虎抢妈妈，你说这能怎么了？你亏你说的出口的，这不行，这我得管。哎呀，行了行了，你管什么呀？一张嘴两张皮，管你管得住吗？管不住。哎，依着我的经验呀，这件事儿只是一开头，再往后啊，谣言非得传到咱俩身上不可。咱俩，嗯，都能传咱俩是吧？现在是中午吧？啊啊，到了晚上，你再把耳朵支起来听听。哎呦，外边肯定嚷嚷的，陆大鹏和村长抢媳妇儿啦！哎呦，我的娘哦，这。那别说了，不行，这我得去辟谣去。哎，行了行了行了，你还辟什么谣啊？回来吧，你真的不、啊？我告诉你啊，这事儿他越描越黑啊，你甭搭理他们，过两天什么都忘。那哪行啊？你这，那我好歹是个村长啊，大小也是个干部，就让他们这么说，这再说了，你说我这都胡子拉碴的，跟一个小姑娘，我。你说我这老脸往哪儿搁？我这，你就不行，我得找他们说清楚。行，那你去，我可不去啊。哎，不去，你跟我来。哎，别走，不是，这还有你事儿，你拉着我干嘛呀？你要去你自己去，我不去。不行，哎呀，你说你快去干嘛呀？松开，别听那个，那都是孩子们打架，这我们俩好着呢。这大鹏，你说句话。啊，是吗？啊，好的，好的，你看好了，好，好，好，哎，不是，你们别听那些胡说八道，都是孩子们闹事，我们俩没事，我们俩好着呢。啊，对对，关系好着呢，特别好。这叫误打自招。哎，你说什么呢？哎，你刚才说什么呢？你我什么也没说，我什么也没说。你哎，我跟你说，你们千万别听他的，他这个人说话，你们别听他的。我，你看，我跟你们说，那个刘千山那个家伙，他说话就没有谱，你们就千万知道知道，那就是知道知道知道，那他们那都是造谣呢。哎，我们真没事，我，哎，你们行了，别喊了，人都走远了。他也听不见了啊！我说什么来着？这种事儿他不能解释吧？越描越黑，我冤枉啊！我，我都恨不得跳井去了。我哎，他哪能跳井啊？你这要一跳井，村里人该嚷嚷了，村长殉情了！你小点声，小点声，让人听见你。到时候三嫂子得多难受。嗯，哎，你。挺好看的哈，嗯，有才，嗯，你喜欢吗？喜欢啊，暖和吧？暖和。哎呀，我手艺不错吧？啊，不错。
有才，你说你爸和张可心，他俩啥事都没有，是我想让可心阿姨当我妈。真的？哎，不是，你怎么当你妈呢？啊，有才，这，哎，有才，哎，可心阿姨，可心阿姨，您带着护身符真好看。哦，对了，有才，对不起啊，上一次阿姨没有把你送给阿姨的礼物保护好，害得你和乖虎还打了一架。阿姨先向你承认错误。阿姨，您别，其实这件事我也有错误，我不应该动手打乖虎的。有才，你勇于承认错误，真棒。哎，你这毛衣新的啊？三大娘刚给我织的，好看吧？你看看，看看后面。好看吗？啊，好看。你说，你说，你说嘛？哎呀，你说。你们先商量好，谁先说。我先忙。哎，娘，我们给你把毛衣织好了。嗯。什么毛衣啊？就是您不是让咱哥俩给您织件毛衣吗？织好了。哎呀，我也就那么一说，你们还跟着给我织件毛衣呀？嗯，我们忙活了好几天，先是去打柴卖柴火挣钱，然后到镇上买毛线织毛衣。嗯，哎呀。娘，您穿上试试。哎，试试。哎呀，怎么穿啊？娘。啊。不好看。谁说不好看？娘，我俩不会织毛衣，但我们会编席子。我们琢磨着编席子就和织毛衣差不多，我们就整成这样了。嗯。娘，这不好看，您脱下来吧。别。谁说的？谁说不好看？娘就喜欢这样的毛衣。跟娘上村里转一圈去，你还要告诉全村的人，我儿子会给我织毛衣了。谁要是说我毛衣不好看，咱们就捆他进来，动不动吧，喂鸡。走。人家那织的才算毛衣呢，我这个呢，充其量就是个麻袋片嘛。可心阿姨，哎呦，你干嘛呢你？我织的太难看了，我不能让他继续在这丢人了。我拆，我拆，别拆，住手！这好不容易织的，你把它拆了，你太难看了，反正也没人要，我就拆，我拆。你别拆了，你这没人要，我要，我要，真的。嗯，我要。可是拆的就剩个脖套了。嗯，脖套我也喜欢。挺好的，挺好的，挺好的吧？有才吗？听说他身上穿那件毛衣是三寡妇给织的。哟，这还有三寡妇的事儿啊？看来太复杂了。有才，你上次下手可真够狠的。你要是再敢对可心阿姨不好，
我会更狠的。我贵可心阿姨挺好的呀。没看出来。其实是可心阿姨对我挺好的。你看，芭比，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边住着个白胖子，你猜是什么呀？花生。你真聪明啊！啊，你给我说一遍。麻屋子，红帐子，里面住个白胖子。哎呦，真伶俐，真好。哎。芭比，我问你，从前你怎么不说话呀？原本我特别喜欢说话，但是妈妈走了，我就不想说话了。想妈妈了，真是个可疼的孩儿。你说这两天祖奶奶老把芭比叫到她屋里边，这干嘛呀？他俩能聊什么呀？不会是祖奶奶认为我离婚了，一个人照顾不了俩孩子，就想把芭比留下吧？不会吧？大鹏子，哎，大鹏子，哎，嫂子，哎呦，嫂子，可心也在这儿啊。哎呀，大家伙都知道你们俩假扮夫妻的事儿，你不用在这儿装模作样了。走吧走吧，没你事我说点大鹏子的事。哎呀，你看我这脑子，真是的，既然大家都知道你跟大鹏子是假扮夫妻，那大鹏的事儿你知道点也无所谓。行行行，你待着吧待着吧，坐坐坐坐坐。你等会儿。啊，嫂子，您这找我到底啥事儿啊？您这么看着我干嘛呀？弄得跟还不认识我似的呢。离了婚的男人要重新认识。啊？哎呦，大鹏子，你现在在我心目中啊，就是个金牌王老五啊！刷刷刷刷刷刷！行了行了行了行，刷刷！行了，嫂子，您就别拿我开涮了。来来，坐坐坐坐坐。你说，哎呀，到底找我啥事儿？我找你有重要的事情。我是为你的婚事来的啊。那个没事，你们聊你们聊。大鹏子，赶紧找个对象吧。你说你离婚这一页都翻过去了，旧的不去，新的不来。你说你早点把二婚的事情办了，何至于说回家探个亲还要雇一个人假扮夫妻？是不是？行了，嫂子，咱别再说假扮夫妻这一段，行吗？不说假的，那你倒招呼一个真的呀。真的的。嫂子，这真的哪是说找一下就能找来的？行了，您就别瞎操心了，行吧？不是我瞎操心，是祖奶奶瞎操心啊！不是，是祖奶奶要当红娘，祖奶奶要给你介绍对象。哎呀！啊！祖奶奶，我这婚姻的事您就不用再操心了啊！傻小子。你说你这婚事奶奶要不张罗，谁管呢？不是，我给你介绍的这个也是城里人儿，不比你差。对，人家呀也是开公司的，自己当董事长，本事不比你小。不是那回事儿，也是咱大富村走出去的，就是知根知底儿，没错，心眼儿好，没错，踏实能干，也是白手起家，现在事业有成。嗯，你们俩之间肯定有的说。你呀，兴许啊还见过面呢。祖奶奶岂止是见过呀，人家俩小时候还一块玩过呢。玩的还挺好。对对对，那个戏词怎么唱来着？亮笑无猜，青梅竹马。哎呦，行了，祖奶奶、三嫂子，你们就
就别再说了，说的我都晕了。到底谁呀？啊？是小凤。想起来了吗？想想。不是。想想。小河边青草摊儿，就那个，你说人家长得像五朵金花，还说人家乖得像小绵羊，老拉着人家小手飞捉蜻蜓的那个，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这都这么多年了，这能合适吗？哎，我看未必不合适。就是啊。祖奶奶，你行了，你就饶了我吧。有这功夫，您还不让我出去干点活呢？哎呀，干活不忙啊，先见见面再说。就是，必须得见见面，说不定啊还能回想起当年拉着小手捉蜻蜓的感觉呢，对吧？嫂子，见见面再说。你怎么就看不见我呢？陆大鹏，你也不想想，我不为赚钱，也不为升职，我为什么千里迢迢陪你来到大富村啊？那不就是因为我喜欢你吗？你怎么就感受不到呢？你说祖奶奶你也是的，你那么心疼大鹏，你怎么就不知道心疼心疼我呢？你那么想当红娘，你怎么就不知道为我跟大鹏当当红娘呢？哎，爸，大白天你关什么门呀？嘘，小点声儿。现在老爸我要向你们讲一个非常严肃的事情啊！你又要没收我游戏机？不是没收，不会把小零钱吧？不是，孩子们，跟你们没有关系，这是老爸我的事儿。祖奶奶要给你们的老爸我介绍一个对象。你们就没有点儿意见啊？没意见呀，您找对象合不合适您说了算，我们能有什么意见呀？怎么能没意见呢？这也是给你们找个妈妈呀。哎，不对，您的对象那是您的对象，那还是您的对象，我们的妈她是我们的妈，那还是我们的妈，这两者扯不上关系啊。臭小子，滚开吧你。芭比最乖了，你是一个好孩子，最懂爸爸的心了啊。哎，你肯定会有点意见吧？就相当于一个陌生的阿姨，你根本就不认识她，突然闯进了咱们的家，打开你的房间，躺在你的床上睡觉，而且还逼着你管她叫妈。我是想要一个妈妈让她陪我睡呀。哎，乖屋，哪儿去啊？哎呀，爸，这事儿我们帮不了你。我还没说完呢，你问他祖奶。我。有啥事说？我会好好照顾乖虎和芭比，我会好好做家务，我还会。你做得很好了，你到底啥意思啊？我那个。
哥。行行行了，这够麻烦的。哎，我还没说完呢。哎呦，不管什么事儿，咱回头再说好了。我得先找这俩小祖宗，让他们跟祖奶奶说，不能给我找对象啊。哎哎，那个，这个我愿意帮忙。你？嗯。哎呀，算了吧，你就好好待着，别给我添麻烦就行了啊。乖虎，爸爸，别别别别别。怎么添？咬我，身上全是我的血，哼！哎，快活，你这是打蚊子呢，还是打自己呢？不是，我就纳闷儿，为什么我坐这么长时间，你们俩没挨咬，我光挨咬了？是不是你们大部分蚊子欺生啊，专欺负这外来人？不是，我们每个人都有驱蚊香包，驱蚊香包啊，蚊子都特别怕，而且啊，还香喷喷的。嗯。驱蚊香包啊，嗯，这是什么东西啊？只要一到夏天啊，三大娘就给我们做好多驱蚊香包，给祖奶奶，给村里的孩子，一人一个。那我看看。你的那浴槽，不就是这个吗？三大娘，哎呀，乖虎回来了。那个，这就是那个香包啊。啊，好闻吧？嗯，比那个驱蚊水好闻多。那当然。哎呀，这种草的名字叫天竺草，这种草啊，只有咱大福村才有。真的？啊，见过这种草吗？看。嗯，是挺香的，好闻吧？嗯。哎，我说你挠刺什么呢？你别挠刺了。嗨，别提了，我就上山挖点野菜，都快被蚊子给吃了，咬我一身包。你这，给你一个香包，驱蚊的，挂身上就行了。谢谢三大娘。啊、嗯，去吧。可是吧，我这浑身都是被蚊子给咬的那个包，你看那这怎么办呀？行，再给你一个。那谢谢三大娘，我再少俩。哎呀呀，那哎呀，我的线那个还没做好呢。谢谢三大娘。是孩子。这驼这脑袋香包，是不是肯定不会被蚊子咬了？哎呦，岂止是不被蚊子咬了，我们家那一里地以内啊。那蚊子全跑了，是吗？那我咬，我咬，我咬一个。嘿嘿嘿嘿，又起哄，不许起哄了啊！那个明天早晨我把这些香包都给你们发过去啊，我还有点事儿，嗯，先挂了啊。乖虎，吃西瓜了。嘿，可见你。哎，乖虎，你这香包挂一个就够了吧？嘿，你这怎么挂一脑袋呀？这什么打扮呀？我这是加大药量，让这个蚊子全部消失。哦，还怪不得呢，这两天家里蚊子好像都少了呢。嗯，啊，不过马上这些香包就都要消失了。嗯，哎，柯佳怡，嗯，你能不能帮我个忙啊？嗯，明天早晨你能不能帮我把这香包用快递形式发给我这些同学们？当然可以了，谢谢可心阿姨。哎，对了，乖虎，那我也问你个问题呗。你觉得可心阿姨怎么样啊？怎么样？嗯，挺好的，除了有时候有点迷糊、毛手毛脚、好心办坏事以外，嘿，都挺好的。哦。可心阿姨，嗯，别忘了，明天快递。知道了，吃西瓜。
啊，谢谢啊。有什么不对劲呢？哎，你就为这个事儿烦心啊？你不知道啊，现在又是要换窗帘，又是要收拾屋子的。哎，最可气就是这陆怀虎，他还带着头笑我。你被答应不就完了吗？没答应。那祖奶奶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，上次假媳妇那事儿，你给他气够呛，到现在看我都不顺眼。这回他是铁了心了，非要给芭比找一妈。你说我要非拦着，万一给他气出个好歹，我……哎，要是我说啊，你也该考虑考虑这个人问题了。哎，啊，你看你那个公司里那么多事儿，啊，那个乖虎那么淘气，芭比还小，一个人忙不过来。啊，这有才岁数也不大啊，你说你又是个村长，这全村几百号人你都得管。你也忙不过来，哎，你咋还单着身没找个合适的呀？哎，这我这说你呢，你怎么扯到我身上来了？这再说了，哎呀，哪那么容易？哎呀，我咋觉着你这是跟我揣着明白装糊涂啊？嗯，哎，三嫂子对你啥样，你当我们大伙都看不出来啊？不是他，就是说，那我说，我可使劲说说呀。他行了，顺子，哎，你对三嫂子就一点想法没有？那这个，那别瞎说。哎，我可没瞎说，感情这事儿你可不能躲，躲的时间长了，那可要凉了的。伤心。哎，我看这一切呀，就是因你而起呀。嗯，怎么了？我想找个妈妈，有错吗？嗯，不是，错。可是，我也说不清楚。哎呀，谁都没错。这么说，可心安也没错了。但是，为什么祖奶奶和爸爸都不同意让她当我的亲妈妈呢？这个我也想不明白。你们人类就是麻烦。这么说，在你们驴王国这事儿就好办了吗？那当然了，在我们驴王国这事儿是最好办的。怎么个好办法？在我们驴王国，每头小驴都有很多个妈妈。就比如我吧，就有很多个妈妈照顾我。嘿嘿嘿。哇。乖儿，我刚睡着，你又把我弄醒了。刚睡着啊，都打了半个小时呼噜了，还刚睡着。证明你一直没睡。现在都什么情况了，知道吗？你还打着呼噜，我能睡得着吗？我。哎呀，什么情况？我看呀，你就是想媳妇想疯了。好，你儿子我成全你。我
我现在就去跟祖奶奶说，让她把小凤接过来，马上和你成婚。躺下。胡闹什么你？没心没肺的，我养你这么大，我白养了。谁没心没肺了？给你找个伴儿，你说有什么不好？有人天天陪着你，省得你有气拿我撒。你再说。我没想说，是你把我弄起来的，你叫我说。现在我不说了，我要睡觉。睡觉可以，不许打呼噜了啊！听见没有？跟你说话呢。陆鬼虎怎么那么没礼貌啊？听见了，我听见了，不让我睡觉是吧？啊！你不让我睡，臭小子！我还就不跟你睡了呢。哎呦！新阿姨，你可怜可怜我吧。怎么了这是？我怕他想媳妇儿想疯了，他不睡觉，然后他就折腾我，弄得我也没法睡。你让我在你这睡吧。啊，行，那个，那你快上床吧。哎哎，快活，脱鞋。疼疼疼，你小声点，别把爸爸吵醒了。好累啊！找对象，芭比，你不是跟祖奶奶说你想要一个妈妈吗？不知道爸爸喜欢不喜欢呢。哎，这孩子是给我爸找老婆，跟我没什么关系啊。我走了。哎，哎呦，这糊涂孩子怎么跟你们没关系啊？娘，我帮你。嗯，呀，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？哎，你们怎么还在这儿啊？赶紧给我放羊去。哦，羊都饿死了，你三嫂子懂事，我来帮你吧。哎呦，可是来了一个懂事的。哎呀，这个跟你也没什么大关系哈。不过可心啊，你要是愿意帮我，我还是很高兴的。哎呀，太好了，简直拿着真合适。来，你放心，我一定告诉大鹏子给你加奖金啊，好好干，好好干。哎，三嫂子，三嫂子，对，哎呦，您这，哎，您就别找了，我必须得找，穿我得让你穿个像样的衣服去见小凤，知道吗？哎呀，行了，嫂子，行，我知道，像样的，这个怎么样？这行吗？哎哎，怎么样？哎，这行，我吧，这个好看，嗯，很配你，好，哎，就穿这个，行。那个，三嫂啊，你看在我这儿的任务也完成了。行，我去忙我的。对，我去看看小凤那边的情况啊。赶紧换上啊！换上！哎呦，这都瞎操的什么心啊！陆大鹏，让你见谁你就见谁，你怎么能一点主见都没有呢？好歹我也是你的假媳妇儿，你怎么能一点情义都没有呢？无情无义的家伙，
过河拆桥，我不行。你这不走，你这干嘛呢？这是啊！走不了了，脚。脚到了，我看看。大鹏叔，哎，娘让你赶紧收拾收拾。小凤来了。啊！大鹏子。啊！哎呀，你们在这儿干什么？回屋，回屋，回屋。大鹏子，啊，人来了，赶紧迎接一下。我给你们介绍一下啊，这还用介绍吗？大鹏哥还认识我吗？小凤认识认识。对对对，你们认识。你跟我想象的差不多，高大英俊，就是肚子大了点儿。哦，你跟那小时候没啥大变化，还那样。那不可能，最起码长高了，脸上多了褶子，胖了两圈，穿得时髦了点儿。啊啊，那是挺时髦的。哦，就别在这戳着了，进屋聊吧，进屋聊，进屋聊。哎，来来来，小凤，屋里请。哎，那你们先去聊，哦，我们就不跟着掺和了啊。哎，这个，我记得小时候你是半天都说不出一句话，我现在看真是开朗很多了。没办法，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，你要老跟林黛玉似的，人家谁有功夫哄着你玩啊？啊，是是，谁跟你做生意？对对。现在啊，我们家的生意都是我出面谈。哦，不好意思啊，大哥。没事没事。喂。哦，货到了哈。好，立马验货啊！记住了，先验货后付款。嗯，好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哎，没事没事，你这看着确实还挺忙的。忙，这有的时候啊，连上厕所的时间都没有。这一天啊，只能睡四五个小时，我头发一把一把的掉。哦，那你要这么忙的话，怎么照顾孩子呀？有保姆啊，我请了两个呢，一个呢负责生活，一个呢负责辅导学习，还都是大学毕业，照顾得好着呢。这倒是。顾总，不好意思打扰一下，我能拿一下红花油吗？哎呦，你看你这脚崴的，来来来，先进来坐，来来来。谢谢。慢点。好，慢点慢点。慢点。你这脚还挺厉害的。啊，是，坐坐坐。这位是，哦，刚才一忙忘介绍了，哎，这是小凤儿啊，小凤儿，他叫张可心啊，你好，我去拿红花油去。哎，哎呦，你这脚崴的还挺厉害的，哎，你把鞋脱了，我帮你看看。啊，我以前啊开过洗脚城，这穴位什么的我都懂，哎，你脱了，我帮你看看。不用了。哎，大鹏哥。哎哎哎，来来来，哎呦，没事儿没事儿，你快你脱下来我看看。哎，真的不用客气了。哎呦，哎，大鹏哥，啊，麻烦你帮我拿下电话。喂。哎呦，那可不行，这还是得按规章制度来。哎，没商量，你跟他说是我说的。哎，行了行了，挂了吧。哦，哎哎哎。大鹏哥，不好意思，不是冲你啊。没事没事。哎，你这鞋怎么还没脱呀？你赶紧把鞋脱了，我给你弄弄。真的不用。大鹏哥，你给他脱。啊，不是他那我给脱，不合适吧？你看你们家保姆这脚崴的这么厉害，这要是治不好，你那俩孩子谁给你照顾啊？不是他那又来了，来来来，你先进先进先进。喂。啊，打起来了。哎呦，这不是挑事儿吗？啊。哎，行了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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哎，我回去处理，
不信治不了他了。哎呦，行了行了，挂了。大鹏哥，还不是受你啊？理解理解。哎，你看，那麻烦你帮我拿张纸呗，我这包里。哦。哎呀，你看，真是不好意思。我们公司啊，新来了一采购员，进了一批啊爆花板，假的，我这得赶快回去处理。你看今天真不凑巧，改天啊，好，改天我请你全家吃饭啊。好嘞，好嘞，好，我先走了啊。你这正事儿了，我就不留你了啊。哎，小张是吧？哎，记住啊，你那脚啊不能热敷啊。我走了。哎，我送送你。哎呀，不用送。哎，我送送你。大鹏哥，你回吧，你不用送。别别别，还是送送你啊。不用不用，没事没事，还是送送。哎。小凤怎么了？去干什么呀？饭都做好了。啊，哟，三嫂子，今儿就不了，我有急事儿。下次啊，下次我请你全家吃饭啊。怎么回事啊，大鹏？怎么这么快就走了？他忙。那么忙啊？忙。苏奶奶，你慢点啊。哎，你就说这大鹏子也太不像话了。那小凤有什么不好啊？有钱有车有房，又是董事长，这方圆几百里单身汉都巴结不上呢，他还看不上人家。嗨，这强扭的瓜不甜。大鹏子心里怎么想的呀？他自个儿知道。山寨的妈妈，幽默的。